家好，今日要介绍的是位于屯门韶山县葵景阁的一个单位，业主找我们联营设计做了全屋家私简约无印风格，大容量的储物组合柜，到顶的衣柜，两用电脑梳妆台，既悭位又实用。接下来再听下工程负责人阿 Wes 的讲解。今日带大家来到屯门韶山县一个单位，咁呢個單位咧就係做局部裝修嘅，咁業主就委託咗我哋公司啦，幫佢做廳房嘅家私嘅。咁喺我身後邊咧就做咗個獅子櫃啦，咁個獅子櫃咧中間就有玻璃門嘅飾物櫃啦，咁裏邊就有燈帶嘅，係啦。咁啊上邊就儲物空間啦，下邊咧就可以放鞋嘅，當埋鞋櫃用都得嘅，係啦。中間就有啲櫃桶啦，咁都係緩衝老櫃嚟嘅，全部都嗱。咁另外客廳嘅另一邊啦，咁就做咗一個電視櫃啦。咁呢個電視櫃咧就中空嘅，咁上邊就有一個都係有個飾物櫃，都係有燈帶喺裏邊嘅。咁另外依度啊有個電視架啦，個電視就會掛呢一度啦，掛個大電視啦。依度都係有飾物櫃啦。下邊咧呢啲就呢啲位置可以放嗰啲機頂盒啊嗰啲嘢啦，係啦，仲有兩個櫃桶可以收埋啲 remote 嘅，唔錯。咁啊都係有緩衝路櫃啦用。咁跟住我哋去主人房睇一睇。咁入到嚟主人房啦，一睇到呢度有個大衣櫃啦，咁呢個衣櫃就好犀利啦，可以真係都放好多嘢噶呢個衣櫃，係啦，裏邊啊仲有櫃桶嘅，全部都緩衝噶啦呢啲，呢邊亦都有一個大櫃啦，咁另外有一張雙人床啦，呢度都係油壓嘅，咁同埋依度咧做咗個凹位係。當係床頭櫃可以擺下啲電話啊嗰啲咁嘅嘢啦。咁嚟到床尾咧，床尾係做咗一個都係到頂高身嘅，中間又可以掛啲衫啦，呢度可以擺下一啲嘢啦，上邊有儲物啦，有門嘅儲物啦。咁呢個咧就電腦位嚟嘅，電腦台係啦。咁呢個電腦台咧就可以兩層嘅。咁另外咧，下邊呢個我哋擺嗰個電腦個主機啦。咁另外都同佢做咗一個有轆嘅呢個呢塊板咧，係有轆嘅，可以拉出嚟嘅，將部主機放喺度咁樣。另外咧，呢個位都係儲物空間嚟嘅，好深嘅呢個儲物空間都可以放到好多嘢。咁我哋依家睇下女女房啦。好，咁入到嚟女女房啦，個空間都好大嘅間房。咁入到嚟呢邊咧就一個大衣櫃啦。咁女女梗係多衫啦，咁就啱曬佢啦。有長褸，有短褸嘅位，層架位，係啦，櫃桶又有櫃桶位，仲有。一格一格可以分類，這個有鎖的櫃桶啦，上邊有儲物啦，都可以擺好多嘢啦，啲被啊、被鋪啊，咁隔離有一張單人床啦，呢張單人床油壓嘅，都係油壓床，下邊就儲物，全部都係儲物空間。另外到呢邊啦，當然唔少得電腦台啦。咁呢張電腦台就 L 型嘅電腦台，係啦。咁呢個位咧就可能擺下 keyboard 位啦。咁仲可以揭起當埋梳妝台用嘅呢、這個，有鏡喺依度，係啦。呢個擺喺化妝品啊、護膚品啊嗰啲。咁隔離就有個書櫃啦。咁呢啲啊，當然係擺啲書啦，係啦。
都是有櫃桶啦，同埋儲物空間，全部都是儲物空間，下邊都是儲物空間。咁啊，用到盡呢一個 U 型嘅位置啊，可以。咁中間呢條路都仲有成米闊嘅，都擺張電腦凳喺度冇問題。想知道更多關於裝修工程的資訊，那就要記得 comment、like 和 subscribe 我們的 channel 啦。我們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